行嘞，请坐。各位同心，大家午安。今天日我穿这个服装，挂这个咱的受训的招牌，因为要甲大家讲，咱遮拢是国际班的学员，你出来就代表你是民政府的官员，你爱家己去传这顶帽啊，啊加这个服装，这个服装啊，秘书长是安尼讲，如果讲恁无方便啊，恁还会使去家己的所在买正乌的就好。哦，正乌的服装就好。啊，你一定爱有咱的帽徽，啊，一定爱有咱民进党，啊，唔是咱叫做民政府，咱民政府的叫做国旗徽章啦，吼。那一定爱穿这个物件，因为恁拢有机会去伫各区、各州拢去到拍拼。我举一个例，咱年外前，咱去罗德，咱宣传单啊，宣传车驶出去，大家服装穿甲足整齐，拢咧分啊宣传单。边啊两三个都看着讲，这无共款呢，这大家拢穿服装呢，穿西装呢，啊咧分宣传单呢，啊这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咱是一个政府，政府出来，咱爱表示啊，咱政府的水准，所以要甲大家拜托，受训了后，你家己有机会，你就去穿一束啊乌的，吼啊，穿一个帽啊，啊甲一个徽章，后摆。出去推广，出去分传单，咱拢是这个打扮拢是安尼啦，所以我今仔日穿这个服装，甲大家占几分啊时间吼，啊来，予大家清楚，吼，因为美国甲咱讲，咱。我是政府，吼、哦，未来管理权啊，予咱，咱就来执政，所以这是啊，足近会得发生的代志，所以要予咱台湾人民拢知影，咱是一个政府，甲政党无共款啦。因为政党啊，有诶分宣传单，也咧布兵两个，啊，也咧学做啊，请签拖诶，吼、哦，所以我伫遮要拜托大家去穿啊一套啊，咱以后要甲民政府斗拍拼，有去台中去。台南州都来分宣传单，
啊，我有去看到讲，咱的童心啊，无穿服装啊，我甲讲安尼啦，你今仔日免分啦，你到边啊看人分就好啦，因为咱不爱破坏这个形象，所以安尼大家清楚无？好，而且拜托。我搁调出调出台南州的办公厅总部啊，甲调出来。咱这个所在啊，原早是阿扁啊的饭店，经营袂落去，咱怎啊甲接起来？咱拜三拜四拢有免费的演讲，爱拜托大家，那是台南附近的同心，爱拜托恁带一寡无上课的，带一寡无办身份证的，拢来听。吼、哦！咱拜三，咱美国代表蔡明华副主席，伊要去台南讲。拜四，咱秘书长，我要去台南讲。所以，咱会得了解，在重要部门的人拢会去台南讲，因为台南这个所在，伊是一个民主的圣地，大家去予流亡政府啊洗脑，洗甲糊糊糊啦，拢唔知啊啦。这所以说你一定要叫一些你的好友、最好啦六点五十就来，那不要七点来，实在七点开始，六点五十就坐到满满啦、所以说六点五十来，你来让他感受到说咱甲政党无共款，咱要唱三条国歌。大家听到这个国歌，你心内安怎感受？你就了解。这就是要予大家讲来感受。六点五十来，咱七点开始咱做。迄、那个咱台湾临时国歌，甲日本国歌，甲美国国歌，这足有意义的，甲政党拢无共款。恁去参加政党，伊有这个程序啊无？因为伊就是中华民国。的民进党，中华民国的民进党，就是体制内，无可能去改革啦，因为李登辉十三年，伊讲要会审啦，美国来甲讲。不可以，你依照战争法，你哪有可能占领不得转移主权嘛？你讲要会审，你要转移主权，无可能。所以唔只动神，咱迄阵啊，看到感觉讲，足奇怪啊！美国哪会安尼甲咱讲？
阿扁啊，啊，讲伊要申请联合国，伊写起来，我甲投入要联合国啊，联合国佫甲退倒转来，伊讲要啊建国，啊，联合国看看的资料，啊，你才报报啊，你要申请一个国家，伫啊世界上。予人认定的，你爱有四个条件。这块土地是毋是你的？你若毋是你的，拢免讲啦。所以，啊，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所以，第二点。你住伫内底的人民，你住伫内底的人民，是毋是啊？本土台湾人，毋是啊？咱住伫内底的人民啊，有两种人，一个是啊，中国难民营啊。等于难民过来遐个人啦。第二是啊，日本时代所留落来六十万，迄阵啊是日本啊的人民啦。啊，所以这足清楚啦。所以讲，你哪有可能？你人民都毋是你啊，土地也毋是你的。你有政府权啊无？无啦，世界无公义咩嘛？啊，所以啊，无世界无公义咩？是啊，咱这是流氓政府，所以根本就是足清楚啦。啊，过来，咱因为要外交权。外交权是咱是中华民国甲一寡小朋友签的外交啦。啊，中华民国都毋是一个国家，伊甲遮个小朋友签的，那毋是用台湾政府签的啦。所以，伊要参加联合国，四个拢无合条件，伊怎甲退倒转来？连开也无开，啊！这都实际上要予大家爱了解，啊！我予大家清楚，吼、哦！啊，回去拜托，啊，去介绍，吼、哦！啊，把这观念讲予清楚，好，感谢啦，吼、哦！好，啊，咱即马吼，差不多，大家 PowerPoint 拢伫遮，啊，我要来甲大家讲啊，这个心计概念甲心计准则。这可能较枯燥啦，吼，因为我有甲大家讲啊。那初级班的要来上高级班的，你有带啊随身碟来无？啊是有带啊笔电来无？吼、哦，那有会使叫咱的同心考去，只有百几页啦，吼、哦，所以足歹势吼，啊无印予大家啦。这咱要讲，咱照这个顺序来甲大家啊说明。好、哦，咱即马要来讲心计的概念。心计啦，是主要的概念啊，对啊，
除了做出证据来收集甲分析甲评估财务的状况，对资料及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甲审计的准则之间相关的程度应当的表达超然独立做出结论甲报告。这就是审计，那是爱经济法律，咱爱经济根据法律来做。咱进行审计人员必须要有独立性甲具有专业的知识。所谓独立性，我即马要最近发生的代志，予大家参考。林义士因为伊犯案，到尾咱一个律师讲甲是偌济。两天是65万啊！这咱就会得了解吼。一般专业的人，两天是24小时呢。你若1点钟1万，24小时应该吼，24×24，安尼哪只偌济？40倍，上济那40倍，唔是啦，狮子大开口，这就是安怎？和国民党的会计师罗斯来甲吐槽。讲，甲人收遐济个辩护费，收收个都无要插伊啊！所以大家一定清楚，予大家了解。一般律师，你要叫伊出来办代志，照讲。1点钟会使开10万块啦，你叫伊讲几点钟？你算算诶，你该沟通一下。这就是标准诶，迄个计数。会计师伊足清楚嘛，罗斯咧是因。刚国的嘛，哪会讲出这个代志？所以我要让大家知影，吼，承接，咱就要甲大家讲。好，咱过来看，审计准则是啥物？吼，审计人员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时，必须遵守公认的审计的准则，每一个国家拢有各地地区拢有无同的迄个组织订立这个审计的原则。咱台湾是有一个单位叫做财团法人。会计研究基金会，吼、这个咧定价准则啦，定价准则，伊所定出来，那要审计部分，都爱依照这个准则
来进行。啊，咱大家学员若要了解啊，啊，会使啊去买这个神迹诊所公报啦。实际上，这等于政府的法律。照讲，政府设一个基金会来办定出啊，这个审计的准则。因那是开咱人民的钱啊，照讲，伊袂使收钱啦。法律有咧收钱啊无？那爱互大家拢知嘛，所以伊这个基金会吼，以前啊，我是独大啦，伊我咧收钱啦。哦，啊，这互大家我知啊，咱来看这个啊审计准则的公报吼，咱有遮个物件啦。本啊，拢啊20块、50块，你呐爱多一个部分，你上网爱去买啦。哦，啊，大家我认为，咱政府编预算，和这些啊会计专业的人士来定这个会计啊。甚至啊，存着这个公报，啊，过来卖钱，我认为这是无理的。好、哦，啊，好，大家我了解。好、哦，啊，来过来看哈，只、哦、有遐济啦，拢咧卖啦。啊，你呐有兴趣哈、哦，变到去啊买。啊，咱即马别讲。啊，美国伊公认会计师的协会，伊我是从这个网站，予人落去查。英国啊，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加拿大的网站，日本那会计师协会，这拢要予大家去查，吼、哦。啊，好，大家清楚。咱过来看会计制度加啊，是预算管理的工具。因为各级政府推动啊，政务加控制资源，依照这个法令和规定。啊，来设一套会计啊记录甲报告的方式，啊，甲处理审计的准则。啊，这主要是要创啥物？主要是讲这个预算的制度啦，要达到控制政府有关机关各种税入甲税出。的目的，啊，我要符合啊，这个法啊，这个法章吼规定的限制，啊，提供决策的参考，啊，这就是要让大家了解这个问题。哦，啊，审计制度啊，甲迄个类型啊。咱有常见有四种啦，吼、哦、有叫做运作的啊审计，是作业的审计，啊甲例行的审计，甲遵循的审计，啊甲财务啊报表的审计，啊过来有这个啊，这个叫做啊，这个资讯啊，啊咱这个。有关资讯科技的审计，哦，咱差不多有这
啊，咱即马过来看啊，政府审计的业务的处理，就是财务审计甲绩效审计啊，适当性甲合规性啊，效能性，这就是讲爱去达到这个目的。好、哦，这就是讲咱政府啊，审计的业务的处理啊，咱好看这个，好大家做参考，好、哦，甲这个好大家做参考。啊，这个是咱有小啊甲解一个流亡政府的审计，咱有小啊甲解一个，好、哦、啊，好大家了解安尼吼。咱即马过来讲，舞弊查核的程序，咱有甲大家讲，咱民政府执政绝对袂使贪污，那贪污一定安怎？惩罚施行，大家都爱记得好。啊，恁那来上课无听到，讲啊，我都无听到，所以我唔知啊，歹势。咱开的课拢有讲，哦，拢有讲，哦。这个啊，舞弊啦，美国啊，就舞弊审计人员协会认定是一种啊，发现舞弊啊，先发制人的地方，就是运用会计记录加其他的信息进行分析，性合啊，分析啊，这个复合，吼、哦，啊，加这个啊，识别啊，咱来查出这个舞弊的行为，啊，这就是安怎，就是讲来啊，这个叫做啊隐瞒的方法啦，哦，所以讲咱应该对。啊，针对的这个啊舞弊啊，正在或将要发生整个防范甲监督的活动啊，这我呐要甲大家讲，我伫大学里面，我还捌做过总部。总部主任，迄、那个标案，投标的标案咧开会，唔是讲大家伫遐，啊来大家开会，大家签签咧，无这个代志，拢是决定了后，你讲什么意思？啊，写起来啊！你讲什么意思，拢写起来啊！大家的意思啊，再来做结论啊！签字啊，是上尾啊的事啊！讲你讲的话安尼对啊唔对？我甲讲，我是讲安尼，你照我的意思写落去。安尼，大家都足清楚。咱爱保护家己，吼、哦、啊！因为咱是本土台湾人，伊要叫一个啊总务啊，迄、那个总务长甲总务啊长，伊就是讲你是本省人。等于我来背书了，但是
我伫迄个招标的中间，我甲讲我是安尼，你照我的意思伫记录安尼写的，安尼大家唔知有清楚无？莫讲开会，大家都签签咧，绝对袂使的，一定开会开了啊。有一个结论，啊，写出来，啊，你的讲法是不是安尼？照你的意思来写出来，以后接个片啊，去红看咧行啦，溜咧看咧行。这就是我要甲大家讲，心计的这个代志，吼，啊，大家爱清楚。啊，咱过来看，吼、哦，舞弊查核程序啊，啊，咱会使讲舞弊啦，为啊美国舞弊啊，这个叫做啊稽核会计师啊发电出来的方法，啊，主要啊从头到尾解决。舞弊的指控，包括啊欺敌啊政敌啊访谈啊加啊拟写报告的这个啊验证，吼、哦、验证吼、哦、啊舞弊查核的方法是要求一般具有合法的方式。及时来处理啊，来解决所有的舞弊的指控。假设有充分的理由啊，断定啊来进行舞弊的查核啊，需采用啊，咱啊合啊符合逻辑啊这个发电设计。啊，甲这个啊步骤吼，啊，甲这个询问重点啊，一般范围缩小到特定的项目，最后啊集中伫这个最终的结论上。哦，咱要互大家了解，这就是舞弊的程序啦。咱即马要过来会计报告甲会计科目，会计报告的规定啊，依照会计法差不多要有遮个啊条件啦，吼、哦、啊，当然。现在债务状况表啦，就是资产负债表啦，现在已经改做啊，不是资产负债表啊，因为改做啊，这个啊资产，咱就是盈啊资产啊，这个叫做盈余啊，这个表。好、哦，啊，这就是予大家清楚一下。啊，过来，即摆过来甲大家讲，因为咱各州拢爱建立会计制度。好、哦，咱每周啊的开销，我拢爱做出这个简单的
报表啦。吼、哦，啊，咱现在因为为着大家方便，咱无要要求遐复杂，咱干那讲先大家每个月做出啊收入支出的啊迄、那个报表就好，吼、哦，收入支出的报表。哦，啊，这就是甲大家讲的，吼、哦，啊，这予大家啊了解，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实务啦。哦，啊，实务要讲，实际上爱足个时间啦，吼、哦，啊，大家主要若有 PowerPoint 当个看，啊，若有问题啊，再来加我。研究，好、哦、啊，这和大家了解一下嘞，好、哦。这就是今嘛，不是财务啊，资产负债表，就是财务啊状况表啊，好、哦，和大家知呀，好、哦。啊，这是财产目录，啊，这就是。基金收付表，咱即卖要过来讲，有诶无读过会计，真正毋知影。若有读过会计，我足清楚，你是啊。在商学院读过啊，中资会、中会，拢会了解。吼、哦，啊，咱会计科目啊，分到资产、负债、啊基金、甲预兆、甲收入、支出，吼、哦，这五类啦。吼、哦、啊。这个资产啊，各分劳动资产，吼、哦，啊个固定资产，吼、哦，啊固定资产内底有土地啊、房屋建设，啊加有这个职务啦，哦啊这些吼，拢、哦、是甲大家。好了解就好，免遐深入。主要咱大家集中了后，你爱足小心啦。这会使用你无？必须甲会计人员讲，这会使开销的。啊，迄、那个咱会了解。这个叫做大家骂啊，以杨清标、严清标，伊讲啊，这以前都会使开销哩，啊，甲伊都袂使开销哩，所以伊呐就纳闷嘞，所以予大家知呀，哦。严清标的案件，予大家了解。伊若要掠你的问题啊，你就袂使开销了。荷花就是贪污啦，吼、哦，啊，予大家知影。吼、哦，啊，这个就是有关的会计科目。哦、有关的会计科目，予大家、哦、清楚。啊，咱过来看，咱过来看其他资产，有存储保证金加。啊，杂项资产。
这啊，咱拢爱去啊了解，吼、哦，啊那是爱去注意，吼、哦，那其他资产不属于吼、哦、上列各项资产的其他资产，都、就是这两项，啊、哦，啊，过来负债。负债的科目啦，来说明有流动负债、甲短期的借款、甲应该付的票据、应该付的啊账款、代收的款项，哦啊，这个预收的款项，哦，这都是负债啊负。流动负债这方面，哦，啊，这我予大家爱知影一个。啊，咱即马过来看其他的负债，无属于以上的各种负债啦，咱叫做其他的负债，存入保证金，哦，杂项，哦，负债。哦，这属于其他的负债。啊，基金甲啊预造科目甲说明，这个、基金啊是依法规定起立准备资金及啊及啊来生这个利息。好、哦，啊甲预造啦，就是支出决算。所发生的结果，也是这个啊短足之款项，拢属于预造这个方面。累计盈余啦，有诶些较唔知啊，虾米叫做累计盈余？盈余历年来诶经费诶收啊收支。发生的啊预兆，咱叫做累计预兆。本期的预兆啊，就是本期啊本年度的经费收收支的结算之余额。啊，即马过来看收入的会计科目。咱这就是讲税啊，课收入、甲工程收入、甲罚款、甲赔款收入，啊，这就是讲啊，咱讲的就是规划收入啊，财产收入。实际上，这个科目啊，拢无咧。审核啦，足少的啦，拢各单位家己啊，安尼报报讲啊，咱偌济啊，就讲偌济啊，大家分分的啊，哦，这就是啊，有这个情形啊。啊，咱即马要过来讲啊，这个费用吼。这些费用，我看费用方面，大家应该较清楚，吼、哦，较清楚。啊，应该开就爱开，无应该开的就袂使开的。吼、哦，啊，我这时间的问题，吼、哦，咱我唔爱阁讲落去。啊，过来，咱要啊。即个叫做过值费用啊，即股啦、纳税啊、上级啊、团体的会费啦，吼，我即拢我有啦，吼，啊，即都是咱我列出来要缴交嘛，吼，啊，咱过来看税出啊、正啊、事列的另会计。科目如下，哦，就是一般
政府支出，啊，甲教育、哦、科学文化支出、经济发展支出、社会福利支出，哦，啊，这就是社会发展甲环境，哦，保护的支出。啊，这些啊，那现在啊，我拢一般现在流亡政府啊，拿来做这些支出啦，啊，实际上真济支出啦，拢啊无合规定啊。啊，咱今嘛要讲会计效果啊，咱头有五种啦，啊，这五种，好，大家明了就好啊，吼、哦，地契簿、总分类账，啊，甲财务登记簿、甲人事分类账、甲其他的账簿，今嘛各州啊，啊。的总分的账啊，咱有甲规划出来。实际上，咱即马我较简单，干那用收入支出的账簿尔，哦，无做甲遐复杂。这样甲大家讲，哦，因为咱要无这个专业的会计。希望你是专业的会计，你会使家己跳出来，甲州长讲你是专业的会计，你想要来做这件代志，吼、哦，啊，甲州长讲，啊，州长认为你很可靠，啊，那是啊很不错，啊，州长会推荐予中央。由中央来认可，哦，这就是要给大家知影这个吼、哦。啊，这些拢是遐簿啊吼、哦，啊，咱现在要过来看会计凭证的分类啊，伊个分类啊，啊，有原始凭证，有包括这些物件，好、哦。啊，过来，吼、哦，啊，个有遮个物件，遮个拢是原始凭证。啊，绩效的凭证啊，咱有收入传票、支出传票、转账传票，这应该大家拢会清楚呐。一般有伫商学。你读过啊册，拢会清楚啊这物件。咱过来讲决审啊，诶编审啊吼，各州团体啦，应该是每年开始前两个月内。各州单位来编做年度的工作计划，收支的预算，啊，提出经过州的会议通过，啊，咱就会使照这个方式来处理。哦啊、但是咱的预算有特别规定，咱一定要根据咱的啊台湾啊权利啊公民啊公民权利法案的规定，好、哦，一本比啊本一比小于一的。不能啊做处理，哦，这可能伫会计
制度内底，我特别有甲标出来吼，啊，我予大家知影咧。啊，过来讲财务管理，啊，财务管理啦，是指财产的登记甲啊增啊制啊甲减少处分及保管运用。哦，定有关处理的定数啊，啊，咱有一个附件啊，吼、哦，有一个规定，等于固定财产的范围、哦。咱即马讲到第七章，吼、哦，目前新台票为。计小单位各州的财务除民用金外应存入银行或邮局民用金不得超过新台币三万因为这是我家列出来啦因为那不能超过三万块在咱当心的落地啊底，伊都惊伊讲，伊要用物件啊，都钱便便啊，都去买啊，啊，所以讲，我甲规定讲，这个零用金啊，为三万块啦，啊，零用金直支出了后，啊，咱爱去补这个零用金啦。所以讲，这话予大家知影，什么叫做零用金？啊，有的人都有这个观念，有的人无这个观念，是一个单位伊有准备啊，零星的啊用款，好啊，拄啊临时要爱啊，就是依照三万块，好、哦，咱来买讲五万块、十万块，因为你呐定伤悬。迄十万块、五万块，放伫遐，啊，若有人有怎摕迄十万块走，实在这话是足严重的。啊，因为大家了解吼，咱拢是大家共同出钱，大家共同来打拼，所以。这个金钱方面呐、啊，拢较爱注意啦。哦，啊，咱即马要过来讲各州团体财务各种的凭证、哦，账簿啊、报表等档案保管依下列的规定办理，有。永久保管的，吼、哦，啊，就有这个项目，吼、哦，啊，若有十年爱保管的，有这个项目，吼、哦，啊，这是予大家爱知影，啊，有三年就爱有这个项目，所以这予大家有五年、有三年、有十年，这拢是一个会计制度。定出来的规定啦，哦，啊，咱财务啊人员对本办法称为财务人员，是指啊办啊会计出纳财务啊管理人员，对财务人员因为啊。应为专任、啊、但与该团体、啊、这个编、啊、团体编制、啊啊、不足的时候得以、啊、兼任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原则上管会计要专任啦、啊、如果不可能、啊、没叫一个兼的哪会杀你啦、哦啊、这要让大家知影一个安尼，吼、哦，啊，咱财务查核吼、哦，
啊，这就是讲咱茶盒分为定期茶盒和临时茶盒，由审计单位啊来做。主管机关得是啊，实际需要啊抽查。啊，咱起码要甲大家讲，咱的实务啊，就是讲内部审查处理的程序啊，咱就是讲啊审计啊程序。哦，啊，个这里有做审计程序，哦，有包括这些项目。好，大家清楚就好啦。啊，过来内部审计处理的程序，重新啊来执行分析啊程序。哦，啊，这个范围哦有债务啊审核，甲债务啊，咱这里是债务审核啊，这个啊。这个财务审核啊，甲工作审核，哦，这拢啊，会使予大家清楚的。啊，执行人员依照机关实施啊内部的审计，啊，对会计人员的执行啊，爱，因为会计人员是专业的，他必须具有啊。专业的啊程度啊，所以来做这个啊审计人员啊。上尾啊，就是要甲大家讲，这个实务啊，隆重也要应付大家，才有要几百页啦。所以咱无可能应付大家啦吼啊，所以你若有带。笔电来，你我会使甲扩登去。这是中央政府啊，就是流亡政府现在啊，审计部所啊做的诶资料啦。啊，伊吼总决算审计的报告啦。哦，啊，咱有一个。啊，因为这个审计部长啦，啊，伊是本土台湾人，我伫艺术大学做会计系主任的时候，邀请来演讲。伊迄个时阵呐，是副部长啦，哦，啊，即马先开做部长啦，啊，我予大家。清楚的，我感觉伊那是无奈，真正真济代志啊，啊无法度啊。当然，伊那是有去台湾地干做寡代志，啊，这就是我要予大家知影的。哦，啊，因为时间上的啊问题啦。我看应该是4:40是啊，八点四十。好，三点四十嘛吼。好，安尼我今仔日报道甲遮，即马是3:40，感谢大家。请起立。今日休困20分钟。